叔叔阿姨，今天啊，除了您二位之外，我们也邀请了几个特别的来宾，我们请他们出场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来，大屏幕请打开。 掌声有请这一组神秘来宾，有请。哇，老战友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间，我们好好叙叙旧，自我介绍一下。 现场，今天也是我们的荣幸。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，可不是台上的这六位，还有一些朋友，掌声。 有请他们上台，都是当年的老战友，都有近50年的情谊，有三四十年没有见过面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他好比大松树。 各位叔叔、阿姨，那接下来听听三位筑梦嘉宾的点评和拉票宣言，好不好？陈伟老师，有请。确实哈，当这样的一群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很难想象到，在50年前，他们其实是在黑土地上特别艰难的砥砺前行着。但是我相信，每一个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人，会感谢那一段人生，因为他们知道了。 人生的不容易，也知道自己曾经奋斗过，而此刻，到了他们岁月的金秋，此刻他们的骄傲证明了青春无悔，也证明了真爱永香。李老师，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芳华，我也在反思，如果有一天我到各位叔叔阿姨这个年龄，我再回顾人生的时候，我会不会后悔？ 所以，前辈走过的路，给我们点明了明灯和方向。当有一天，我们也能够踏上类似自己的芳华之路的时候，对自己说：“我无怨无悔，这是最完美的人生。”三毛六的本本非常的神奇，里面有诗，里面有照片，里面还有结婚证，里面其实是回忆。 其实是爱情，它不光是一种关系啊，它更是一种责任，就像是叔叔对阿姨的责任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现场的各位年轻的观众，你们的使命就来了，各位准备好了没有？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
加油啊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时间到，大屏幕上呈现的就是我们现场的点赞的数量，1730下。再次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